观众们好，这边是美容客栈武馆，然后就是很欢迎大家来到我这里，因为我是这间特展室的承办人李小姐，然后很开心为您介绍到那个吴连昌老先生的画作展。对，吴连昌老先生呢，他其实本身就是一直都有在从事画画，不管是水墨啊、水彩或者是书法，然后一直以来他是他是美容出身的福安人，然后一直对美农在地农村的生活一直就是非常的用心，然后很有热忱，所以因为他对那个家乡的寄爱，所以他在从事绘画的内容，他的形式都是还是就是以美农的生活啊，比如说风景啊、住宅啊，然后花鸟为题材，然后去创作。那也非常开心有这个荣幸，可以就是美容客栈武馆可以展出那个吴连昌老先生的画作。然后这个展览一直到8月30日，然后欢迎就是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有来到美农，请务必要来一趟美容客栈武馆，然后来这边玩，然后顺便欣赏那个吴连昌老先生的画作。谢谢。Thank you.
嗯。